好，我叫吴雨莲，大家可以叫我小雨。我是从广东来青岛参加 GAS 老师50小时的湿婆流瑜伽的练习。五天的时间，我学习到了在课程中如何设定意图，同时我找到了真正的一个自我，如何在体式中找到真正的平衡，同时去掉我们内在所不应该有的旧的模式。那么这六天的学习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在瑜伽界很实在，而且很给我们特别多的知识的练习。我也非常推广以及建议我们瑜伽界的朋友能够跟着 GAS 老师来接受他的课程。感恩。